喂，嘉菲，我刚好在想你，你就打来了。杜伯谦，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去跟你妈说，叫她不要突然来医院找我啊？哎呀，她是喜欢你才会去找你嘛。我知道她喜欢我，可是她这样来医院我很困扰，而且她已经开始提供那些偏方给个案了耶。啊，不过她也是好心嘛。不是啊，那万一那些个案听信那些偏方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？谁负责啊？不然下次你就直接告诉他嘛，哦，叫他下次不要去医院找你啊。他是你妈，怎么会叫我去说啦？你帮我说一下啦，我去跟他讲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我妈就是你妈，对不对？哦，干嘛分那么清楚？而且妈那么喜欢你，哦，你讲什么她都 OK 的啦，啊。杜伯谦，所以是不帮我说是不是？静咪，静咪，嘉菲，我今天真的很忙，不忙不聊了，救命救命！救命嘛！